明天早上我去订票。明天早上订票。亲爱的，我攒了一个月的假。攒月假。咱们去欧洲旅行吧。欧洲旅行。这主意不错。主意。但我们今年的预算挺紧的。今年预算紧。哦，但我真想出去转转，换换心情。出去，心情。天天工作太累，你有其他建议吗？工作建议。我想去附近的地方，想附近乡村怎么样？乡村怎么样？肯定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，有趣的地方。呼吸呼吸新鲜空气，呼吸新鲜空气。还能尝尝当地特产，尝尝当地特产，好极了，是个好主意，好极了。尽快什么时候去？尽快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明天我去看牙，跟医生约好了，看。牙，明天，医生，牙医，下周一怎么样？下周一，太好了，那我准备准备，那，准备准备。要是开车去的话，我得把油加满。开车，得。油，加满油。把，我合上书，我把书合上。不必了，我觉得还有很多呢。觉得，而且我想坐公交车或者火车去。而且，公交车，火车，那样比开车花费要少很多。那样花费，你也知道，如今油价飞涨。如今油价飞涨，那坐火车吧，比较快，比较快。明天早上我去订票，早上订票。好，哦，对了。别忘了查查天气。别忘查查天气。我讨厌淋雨，讨厌淋雨。没问题，我真的很期待下个星期的到来。没问题，期待。嗯，我也是。现在咱们列个清单，看看需要带些什么。咱们列个清单，带。